还别在直播间尿尿了，求我了！我搁那喝水呢，你求不求我能有什么用？还搞得还挺正经的，还求我了。先上个盖伦，万一有三国，细节一点啊。这家伙。两个狗头人，两个盖伦，猩红之月，玩皎月了。皎月有啥用啊？没玩过呀，皎月啊。拿呀，没玩过呀。没玩过咋玩？那不坑人的吗？不会玩，玩个啥呢？我先给这盖伦的上个日炎还是鬼叔呢？我先给他上个日炎吧。皎月得刺客天选是吧？哦，那得刺客天选，没玩过呀。这还不会玩吗？我没玩过，我也不知道要啥呀。那你不能瞎玩啊！先看看装备，然后玩个啥呗。龙魂小炮，积木拿一只，拿个打工。三个积木。积木前期可老猛了，积木！嗨呀，我的积木！换个龙女上的，明咒节森林侠，侠，这都玩不了啊！明咒节森林侠，要不来把龙王吧，来把龙魂的龙王。但是火蓝被我卖了，是不是火蓝被我卖了？那缺少火蓝呢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不行我们就转山海，先去拿个暴击手套的。
你们老犹豫啥呢？这犹豫，哎呀，老犹豫啥呢？老犹豫，再犹豫啊，再犹豫，犹豫就会败北。你要是犹豫的话，我可要上法报了。换个这个吧，这就别三幺得二银了，换这个。谢谢大傻超5526，我看看今天我们五星挑战差多少，费点劲呢，要不拉倒了吧。大家反正今天有荧光棒的可以送点荧光棒啥的。今天我们双倍亲密度到12点结束啊。我这大概轮不狠呐、啊，没关系，就这么上，路路撇了。上位哟、哦，上位也行哈、哦，上个位，上个位正好3三国。3龙魂，2神社，但是我还差个重装，因为我盖轮比较猛嘛，给他上个重装肯定是比较厉害的。还能有2斗士，挺好。拿个泰坦，决斗大师，狗都不玩决斗大师，他居然玩决斗大师，我没想到。给法爆，给无尽，可以，这直接这就上。我小看决斗了，是吧？给谁？给小炮吧，小炮天选。眼泪不能给，为啥呀？我这小炮肯定得换，这小炮龙魂没用。哎，这哥们儿这么快就3海3个了？啊，他天选的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这把已经有一个3海重密了，我们得换一个。嗯，我们得换一个。乌迪尔上比赛了，乌迪尔又上比赛了，乌迪尔，我希望能有个人来把乌迪尔上单。那乌迪尔又是打野，这啥呀 ？RW 打 V5，行吧。不过他3海泰坦好像没什么用，他不一定玩。除了3海，我还会什么？我刚才不来把3国呢吗？
完了，这龙女估计要被砍死了，快跑啊龙女，对，让他砍盖伦，砍盖伦，盖伦不掉血，不是真实伤害，拿个包女。龙女换布龙就重装，那不没斗死了吗？一样的，我这换不换都一样，就差不了太多。这么的吧，我自己配一套阵容行不行？我随便自己配一套啊，我们拉到七还是拉到八，把这些有的全给卖了，来哪个四费天选我们就来哪个，我自己云顶教父给他们配一套。羁绊王，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哎，盖伦，盖伦，快给我转！噔噔噔噔噔，你也这么试过，然后第六出门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人与人的体质不可以一概而论。哎呀，有铲子哎，我来个魔抗，看看这鱿鱼玩的啥，三国裁决使，天使没装备呀、啊，这天使啊，无尽法爆天使啊，哎呀，对，应该把泰坦换布隆的，忘了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但我觉得布隆比泰坦幼一点。哎呦我决斗大师吃我积木一个致盲啊，我没有积木，那算了吧，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。包女先胜一手、哦、包女天使不玩了，天使没有装备，有装备就玩了，天使确实是玩不了。满血吃鸡送鱼丸，我告诉你小伙子啊，我不是为了你的鱼丸，我看不上你那鱼丸，我为的是你这一波狂妄啊，嘲讽我，我决定满血吃一把鸡儿。我是为了你这波狂妄，小伙子，你记住你的狂妄。
我为了你的狂妄，小伙子，啊，你会为你的狂妄而付出代价，代价。由于你的狂妄，我要满血吃一把杰尔。妮蔻装备可以啊，真妮蔻。我这把连大虫子可能都不需要。差个剑魔，把剑魔换成盖伦，把龙女一下，三个小猫，成了。大虫子，一会儿再说这大虫子。我先给泰坦上点肉装，我先给泰坦上一个龙爪。哎，你说这泰坦啊，他被动是格挡60%即将到来的伤害，那我如果给他一个龙爪，是不是他就不掉血了？我再给他一个科技枪，他是不是就无敌了？这理解怎么样？铲子你们要不要？到底快点的，别磨磨唧唧的啊！我要个魔抗，我不要铲子了。哎，其实要铲子也行啊，这阵容。要铲子布龙不用上了，我还能上个大虫子。不过万一下波不给我爆锁子甲，我就拉了，那铲子就没用了。秘术他也合不了，山海他也合不了，啥也合不了。我觉得现在最克我的也就是这蛤子，啊，也就是这蛤子。完了，我的满血吃尖儿！哎呦，我这决斗大师，我套你猴子！我的满血吃尖儿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，这简直恶心！完了，我的满血吃尖儿，愿望无法实现了。地吧。
这泰坦绝对的无敌，这泰坦，我这理解，我跟你说，这泰坦谁也打不死，啊，不掉血，看着没？差两招妮可，俺们有个同行，他的妮可肯定升不到三啊，他的妮可肯定升不到三，他只要升不到三，他就打不过我们。把布隆最后换个剑魔，这波千万别爆锁子甲，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别爆锁子甲，行不行？天选不换吗？这妮可要升三了，你给我送暗剑选，不可能！别爆锁子甲，火炮，我来个火炮泰坦怎么样？有想法没？最后一地。火炮大虫呢？省着大虫子上来就死。自动的，不要自动了，要是自动干嘛？火炮老头也行，那老头站里边，大虫子没用啊，确实没什么用。我不是等建模呢吗？没有建模那咋整啊？那大虫子升二肯定还是有用的。这个牧羊人 TT 将来会变成我们的阻碍啊，阻碍。小递一下，再递一下。大虫子现在确实没什么用，上一波大虫子打了417，换个剑魔，就那个决斗大师，要不然这把这满血吃鸡绝对的了。现在算不算满血吃鸡？如果我再一把不输的话，算不算？你说算就算吧，那不能说我说算就算了，那你们得说了算呢。这给个谁呀？你们给点意见吧。我决定把神话给泰坦，这个水银给谁？给老母猪吧，给老母猪。
还跟我在那第二次也算出吗？那不是能补吗？我记得。不要开这种色情玩笑，把他封了。这决斗大师，我认你哥，别踢我泰坦。那蛤蚱可烦死个人了，那蛤蚱。把蛤蚱杀了，我操，他奥恩二了，蓝盾。这蓝盾是不是应该扎堆儿啊？三星泰坦差三张，主要是这小子你知道吗？主要是这小子差两张，又给个法宝。看看他地还是生吧。啊，他有个机器人大爪。地呀、哦，地吧，地也行，大虫子生生，给个妮蔻。风啊，带我一程吧。他生我能上个大虫子。算了，地吧，那万一啥也地不出来咋整啊？我决定这把来个老母猪升个三，看看能不能啊。小猫老母猪算了，这大虫子不要了。完了，剑魔没拿，操，随便给吧。这能打过不？能打过。我有虚区呢，他都没虚区了。我们赶紧质量往上提啊！赶紧提质，现在谁地的快谁就有啊！谁地的快谁就有大地，快点大地。妮蔻呢？差一张啊！你也走。OK， 游戏结束。打吧，山海，双山海，打吧！完了，好像打不过，他有虚区啊。
这是什么弟弟？这是看看俺们这泰坦。再来一件。叮，我也机器人，我也有机器人。怎么的？互换老头呗，来换。我老头进他后边，他老头进我后边，来，俺们俩互换。我不得，我再瞪他妮口，啊，瞪他妮口，我瞪他妮口，他瞪我老头，瞪了个奥恩，完了，老头被瞪了，啊，老头死了。还得是这泰坦，看着吗？看着泰坦没有？他好像上了个蛤子，稍微有点扛他我，他这蛤子，这蛤子有点扛他我呀。完了，变成蛤子的玩具了。我们拿个蛤子，别让他的蛤子生了啊！拿个蛤子，他拿了一个卑鄙之风，真卑鄙呀！真是卑鄙。我需要两个建模，两头老母猪。鸡蓝。打铁时间到。没看站位，怎么办？同志们，不好了，好像有点打不过了。啊，大事不妙了呀！他的老头稍微有点厉害，他这个老头，我们没有老头，没有二星老头。他有二星老头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怎么配一手，我想想。我左右各一个，这个放这边。这波有机会啊，但是蛤子切后排了呀，蛤子能把蛤子杀了不？那蛤子能不能杀了？哎呦，他这蛤子有点讨厌的，这蛤子能不能把蛤子先杀了？漂亮，蛤子死了，泰坦无敌了，拿下。能不能死啊？直接死了得了。哎呀，还有一轮，这蛤子得死，你知道吧？这蛤子不死不行。下波奥恩给件装备，我给老头上个装备。别人两星蛤子了，那两星蛤子了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我给老头上个龙爪，我让那老母猪对位对位那蛤子。哎，
水银能防止被踢不？水银能防止被踢，就老母猪站前面啊，就完了呗。机器人拉他蛤子，那不行，那不过来那啥了吗？哎，这蛤子不打左边，老母猪，我操，这波控制接的，让我的人都没动过。泰坦，泰坦，挺住啊！泰坦，完了，泰坦死了，把蛤子杀了吧，求求了，拿下！那把蛤子拉过来，不把我后排都踢没了吗？对不对？拿下，拿下，不堪一击，嗯。